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你最好。坚守自己的底线，在他们的地盘也是。原谅很难，但是绝对值得。世界一直在变化，结果由我们来变化。这身皮肤活在我身上，与我一起受苦。AD 还有闪，这塔姆现在太弱了，这英雄现在太弱了，现在辅助都太猛了，全是干你的。哇，好帅这一套。有人看到了，是被蛇躯可吓，他们知道我跟他们其实一样。保持警惕，奋不顾身。就上这就踢下来了，塔会补刀的，到处都是怪物。这身皮肤来自生存的渴望，再有本能反复磨砺。
我是为了狩猎而来的，但留下来是因为心灵果实。可惜一个头没有，妈的，还有一个没助攻呢。这个没杀到我是真的很生气的呀。意味着永不止息，虚空有回响。体会一下。我小时候，这两个人太好约了。是我们被越了呀，好奇怪哦！我们这个中野好怪哦，干！我在打字跟他们说让他们来帮我约下，然后对面的人跑过来把我们两个约了。Okay.
的打野，你倒是来下呀。不是，他倒是来下呀，他在干什么呢？白帮他了，真的，哎呀，白帮这个将给我了101刀，行吧，这盘游戏属于你，你别送。谢谢 XARK 送的一个高能预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线上干克，想 Q 我他。这游戏玩到最后还是要我 C， 我不骗你们，这局玩到最后应该还是要我 C。中路可以签啊，每一波都是有效干的。上路0-3，还行，这青钢影没踢下来搞我们。谢谢，我就是小气鬼的一个火锅，谢谢您的火锅，谢谢，谢谢你。石头没贴着。守自己的土地，在他们的地盘猎杀。
才十级啊，我的等级也不高嘛。谢谢 UZIG，IG 就送到榜一的一个火锅，谢谢您，谢谢你的火锅。战绩一个人同意，隐藏的弱，谢谢 UZI 加油做自己送的一个火锅，谢谢你。四杠四杠又有400的赏金啊，我不服。谢谢 AD 信仰简自豪的一个火锅，谢谢你的火锅，谢谢你。这身皮肤还在不停生长，还要进食，要是吃的不够，是不是会轮到我？我靠，这W没中，真可惜。没想到最后还是我们的中野 carry 的，我以为这盘还是要我站出来。